这是一部当代都市爱情的轻喜剧，这里面既有少男少女勇敢追梦甜蜜浪漫的爱情元素，同时还有非常有可看性的悬念重重跌宕起伏的强情节的悬疑故事。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剧诠释新时代青年对真善美的希冀，以及爱情带给人们追寻自我审视内心的美好力量。我很多的时间都采用那个用电影的手法来拍电视剧，一些镜头运动啊、层次感啊、光影效果啊，来抓演员的那些表情，不是一早想出来的，必须要在现场看到他们怎么演才知道怎么运动这个镜头，所以每一次出来的效果的表现啊，都可能没人会想到，一个亮点就留给观众去看。我们一共搭设了三个摄影棚及一个375平米的外景基地，包括两个家的内景以及部分外景，一个工作室、一个实验室及办公室、悬崖及游戏特效摄影棚，还有地下店的内外景的实景改造。通过两个半月的细致打磨，创作出属于本剧特有的场景气氛。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那我真的抱起来走吗？方便且安全。又聪明又伶俐。哭得我想吐。好 ，OK，OK。拜拜。我是徐晓东，我是魏轩和，我是圆圆，我是秦月，我是金小瑞。大家多多关注。满月之下请相爱，满月之下请相爱。在新春到来之际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财源广进，万事如意，阖家欢乐，牛年大吉，身体健康，牛年大吉。